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八卦秘籍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魔术师变鸡蛋，早餐秀变魔法场；二、演员机场走失行李，行李箱里竟是宠物；三、歌星直播健身失败，跑步机上摔成网红。那么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魔术师变鸡蛋，早餐秀变魔法场。当然，尊敬的听众们。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：魔术师变鸡蛋，以及如何将一场普通的早餐秀变成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魔法表演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魔术师们总是有办法让我们的下巴掉到地上，他们的手法快得让你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而他们的创意则是让你的大脑短路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穿着燕尾服的魔术师优雅地走到舞台中央，他微笑着，手里拿着一个看似普通的帽子，他轻轻一挥，哇塞！ 一个鸡蛋从帽子里滑落到他的手中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变鸡蛋魔术，这是对早餐的一种全新定义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魔术的奥秘。在古代，魔术师们被认为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，他们能够通过与神秘力量的沟通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在现代，我们知道魔术其实是一种艺术，是手法和心理学的完美结合。变鸡蛋魔术可能涉及到巧妙的手法，比如利用视觉错觉。 或者是在观众不注意的时候，迅速的进行道具的替换。但是将这个魔术融入到早餐秀中，这就需要更多的创意和幽默感了。想象一下，魔术师在你啜饮着咖啡，享受着煎蛋的时候突然出现，他不是来送你账单的，而是来送你惊喜的。他可能会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来介绍自己，比如说：“各位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早餐魔术师，今天我将为大家献上最新鲜的魔法，直接从帽子里变出你们的煎蛋。”随后。 他可能会邀请一位观众上台，让他们亲自检查帽子，确保里面没有任何东西。然后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魔术师一挥手，帽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鸡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能会加上一点幽默的调味料，比如说，看来这个鸡蛋是刚刚从鸡身上变出来的，因为它还没有打上日期标签呢。观众们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幽默和魔术的完美结合所吸引，而这个早餐秀也因此变得难以忘怀。总之， 魔术师变鸡蛋的表演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，它还能够激发我们对于神秘和惊奇的渴望。而当这种表演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早餐中时，它就不再是简单的魔术，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变得不平凡的艺术。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魔术师在早餐时分出现时，不妨放下你的刀叉，准备好享受一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吧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演员机场走失行李，行李箱里竟是宠物。 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既有趣又带有些许戏剧性的事件。一位演员在机场走失了行李，而当行李箱最终被找到时，里面竟然是他的宠物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这个情况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喜剧片的情节。演员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剧情的世界里，但谁能想到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这样的剧情呢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名言：“人生本就是一出戏。”显然。 有些演员连下了舞台也无法摆脱剧本的束缚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：机场的传送带上滚动着各式各样的行李箱，旅客们急切的在寻找自己的财物。突然，一个行李箱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或许是一阵猫咪的叫声，或者是狗狗的汪汪。周围的人开始好奇的四处张望，而演员本人可能正处于一种混合了惊讶、尴尬和轻微恐慌的复杂情绪中。这个故事背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有趣的层面。 首先是对于名人的隐私和日常生活的好奇心，公众总是对名人的私生活充满了极大的兴趣，而这样的小插曲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些幽默的谈资。其次，这也反映了人们与宠物之间的紧密关系。宠物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仅是动物，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，有时候甚至会被当做孩子一样照顾。因此，即使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，宠物的出现也能引起共鸣和关注。最后，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在旅行时务必要仔细检查自己的行李。虽然大多数人不会不小心将宠物装进行李箱，但这确实强调了在繁忙和压力之下，人们可能会犯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。总之，这个演员的行李箱故事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幕喜剧，提醒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时刻。而对于那位演员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难忘的教训，以后在打包行李时一定会格外小心，以免再次上演宠物大逃亡的戏码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歌星直播健身失败，跑步机上摔成网红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位不幸的歌星。他的健身直播本应是一场展示健康生活方式的秀，却意外地成为了一场网络娱乐大戏。首先，我们的承认，直播健身是一个相当棒的想法，它不仅可以激励粉丝跟随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还能增强歌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。然而，这位歌星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。 健身器材，尤其是跑步机，是需要尊重的。它们不仅仅是健身的工具，更是潜在的网红制造机。当我们看到这位歌星在跑步机上一边奔跑一边尝试与粉丝互动时，我们可以想象他充满自信，可能还在想着如何完美的结束这场直播。但是，就像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说，过于自信是危险的第一步。然后，就在那一刻，跑步机似乎决定展示它的独特幽默感，给这位自信的歌星上了一课。 摔倒的那一刻，不仅是地心引力的胜利，也是网络文化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位歌星从一个健身榜样变成了网红，他的摔倒成为了无数迷音和搞笑视频的灵感来源。这一幕被重复播放，被加上各种音效和特效，甚至被创意的编入各种不同的情境中。这个事件提醒我们，无论是在健身房还是在生活中，保持谦逊和专注是多么重要。它也证明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有趣现象：有时候。 一个小小的失误，可以让你在网络上获得比原本更多的关注。最后，这位歌星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无论你是谁，都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。但如果你能够以幽默的态度面对挫折，甚至能够和全世界一起笑一笑，那么你就已经从这次跌倒中站了起来。毕竟，正如英国剧作家萨摩尔·贝克特所说：“尝试在尝试，失败在失败，但失败的更好。”尊敬的听众们，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。 魔术师变鸡蛋，演员机场走失行李，歌星直播健身失败。通过这些故事，我们不仅笑了一笑，还思考了一些有趣的问题。魔术师变鸡蛋的表演是一种将魔术与早餐相结合的创意，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神秘和惊奇。而演员机场走失行李的故事，则让我们意识到，即使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也有可能发生一些出乎意料的趣事。 而歌星直播健身失败，则提醒我们保持谦虚和专注的重要性，同时也展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幽默和创造力。我相信，幽默和轻松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乐观和幽默的态度，对待挫折和困难。因为，正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故事所展示的那样，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们。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故事想要分享？让我们一起继续讨论并互相启发吧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 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